密教呢被称为念力宗，那么它另外还有一个宗名就叫做神通宗啊。这个念力啊跟神通啊非常的反复的啊，很接近。那么我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密教会被称为神通宗。我讲了密教有几个力量，自己本身行者修出来的念力，还有上师力，还有本尊力，另外还有护法力，这三个虚空中的无形的力量啊，都是来帮助行者，都在帮助这个行者的。所以护法的力量啊，它很强，它有护持你的这个力。本尊的力量啊，当你跟本尊相应的时候啊，你产生的这种法力啊，就跟本尊一样的不可思议。上师本身加持在你身上的力量啊，也会造成你的这个法力啊非常增强。本尊随时跟着你，当他跟你合一的时候啊，你就产生神通。你大家知道的，活菩萨有佛有实力的神通啊，菩萨本身呢、啊、也有很大的神通啊，金刚护法都有神通，甚至鬼神都有神通。当你修出念力的时候啊，你一想念呢、啊，那个活菩萨、啊、本尊啊，跟这个护法都来帮你、啊，就造成一种神通的现象。很多事情呢、啊，你只要一想，它就成了嘛。这个就是神通啊，你一想念呢、啊，它就成了嘛。所以啊，我不可以随便想念的。师尊一想某一个人，某一个人他就来了。当你想到谁的时候，谁就出现呢？所以也不可以随便想的，因为你这个念力啊，可以去摄照他，去勾他，把他勾过来的。啊，密教里面有一个勾印，啊，这个金刚勾印，这一勾啊，他就来了。啊，这钩子嘛，把你勾来嘛。这个神通啊，因为你修成了念力以后啊，当你的念头产生了，你用你的念力啊去观察别人的念力，这就变成他心通啊，就变成他心通了。当你把你的力量集中在你的天眼的时候啊，就变成天眼通了。把你的力量集中在天耳的时候，就变成天耳通了。你可以知道自己的宿命啊，也可以了解别人的宿命，就是宿命通啊。天眼啊，天耳啊，他心啊，啊，神足通啊，宿命通啊，漏尽通啊，神足通也一样的。你可以知道很远的事情呢、啊，你可以很快的到那个地方去的。你可以修正无漏的，包括智慧啊，你的全部能够了知啊，这个就是漏尽了。所以这种神通啊，在密教里面呢、啊，称为神通宗的原因呢、啊，就是因为你本身在禅定里面集中你本身的观想念力，制造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法力，能够有神变的现象啊，就叫做神通。那么神通一产生啊，所以这个修正的人一有了神通啊，他本身可以应用自己的神通啊，去啊从事这个法务啊，就是说弘法的这些任务。所以密教才被称为神通宗的啊。像护法来讲起来，我不是讲了吗，这个虚空中
本身有这个佛界有魔界的，这个魔本身呢、啊、要来啊对付你，来障碍你的时候啊，你自己的佛法就出来保护你。这个空中中虚空中有作战的，有战争的，无形的战争的。其实这整个世界啊，整个世界、啊、我们中国的历史你看看好了，有的时候出来一个仁德的这个君王，有的时候要出来一个暴君，那么整个历史上的演变呢、啊，其实就是黑跟白啊，太极图里面黑白的，白的增长就出来一个仁德之君，黑的增长就出来一个暴君，一个是创造的力量，一个是破坏的力量，本来就是两边的力量互相消长，在那边做这个历史的，他们在那边演变的整个太极啊，当然呢、啊，黑白刚好均衡的时候就是综合状态，忽然就是互为消长。你一个密教行者要进入佛界魔界都是这样子，当你修正了以后啊，你本身的念头清净了、啊、所有活菩萨都在后面在加持你，在扶持你。当你修成了这个邪恶的这个好像是说念力的时候啊，所有魔界的这些鬼神啊啊，这个阿修罗啊，魔王、天魔、地魔、人魔，通通在后面在支持你，是这样子的。这宇宙之间呢、啊，本身也有战争的。这个念头一出来啊，就是有时候就是一场战争。啊，这个是一般人不晓得的，一般人不晓得。你看那个修行人的念一出来啊，就是很集中的光亮很强的，在天眼通的人看起来很光很亮的，一般人呢、啊、都是猛叉叉啊，这个灰蒙蒙的那一种光，是凡夫的光吗？那你有黑夜的光，有业障的光，就是黑气充满你自己的全身。我们能够啊看光的，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正人，那个是邪。一个正跟邪，看光就可以知道了。精神病患一看他的光，他全身的光束啊是混乱的，没有规则的。一个密教行者啊，为什么啊能够修行正道神通呢？是因为念力、定力加上宇宙种种的力量综合起来，就产生神通了。密教称为神通宗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本身修念力、修定力，然后还要修护法、修本尊，还要修上师相应，得到很多的法力以后啊，他自然就产生神通，自然而然的，不可思议的。啊，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，Om Mani Padme Hum。